那我先不要好了，我建议大家真的是要进研究所之前要慎入慎入慎慎慎入。안녕하세요，做个聊天第五集，我今天要来分享一下我的硕一上是怎么度过的，研究生的生活到底是长什么样子，就是一周的时间分配及课业上会长怎样，这一集感觉会很长，然后顺便给一些就是还没有进来的人还在想说啊，要不然研究所的人是一些谨慎思考的机会，建议可以回头的就是回头，对，这个就是真是走进研究所发现真的是不易啊，非常不容易。韩国这边呢，毕业的条件是24学分，就是大概一堂课是3学分嘛，所以大概是8堂课。那大部分的人会前两学期各修3堂课，然后第3学期修2堂课，最后学期就不修课，专心写论文。有一些学校甚至有强制规定，就是要这样分配。可是像高丽大是没有规定你的学分需要怎么分配，但是总之通常第一学期大家都会修3堂课。那我自己也是这样子，然后我硕一上总共修了2堂是必修课，就是。传播理论跟传播研究方法，以及一堂选修课。选修课我选了 media management， 就是它可能是泛成媒介管理或是媒介经营嘛。对，那必修课呢，因为它是必修，所以它有40上下的学生一起修课，然后它的 loading 有比选修低一点点，可是3堂课同时进行学期是蛮多的。我来分享一下这3堂课平常的 loading 会长怎样，就是除了上课之外呢，就是理论课的时候呢，它有课本，这就是它的课本。我们开学前买，然后每一周会出你要看的量，大概20-30页一张吧之类的，每周看完。对，有时候会有其他 paper， 但是这个课本是一回事，然后通常还是有其他 paper 搭配。然后他有时候会要求我们交看完文献的 review， 而且他学期快结束的时候有上到一些关于统计的东西，他就会叫我们写一些数学作业，对，大概是长这样的程度。然后研究方法的话呢，一开始他教了哲学，因为你知道研究方法是从那个那种古早的那种哲学而来的，所以先教了哲学史，蛮深入的，我真的吓疯了，我要用韩文学哲学，我真的疯掉。后来呢，开始进入了研究方法的正题之后呢，他就会上一些化量化这些研究方法，他有推荐用书，但没有强制要买的那个研究方法。我跟大家分享个小 tip， 就是老师去那时候推荐用书的时候是写一个韩文版的，但是那个因为已经太早了，太早早到绝版了，就韩国其实韩文版也绝版了，而且然后我发现它其实是英文翻译成韩文的书，所以我去找它的英文原文，然后其实已经出到10版了，然后又意外的发现了，也没意外，我后来去搜了一下，我发现台湾有翻那一本，于是我就直接从台湾买了，毕竟就是有中文可以念，干嘛不念，不要整自己。好，因为那本是推荐用书，但没有一定要买，但是有一个是一定要买，就是他后来在上那个基础统计的时候，就上 SPSS， 就是社会科学通常会上的统计，就是用这个。我这本写很好，这本是也是高丽大传媒系的一个教授写的，虽然他是韩文，可是他真的写的很基础。像我们这种是文主的人，对不起，我地图靠了文主的人，就是像我就是很不想要思考这种数学的东西的人。我觉得这个算是轻易入门的，虽然是也是有些讨厌的数学，但是我觉得还可以。对，研究方法在上的东西，他上蛮好的。对，然后他就是他的作业其实相比其他2行不算多，他有时候会有，就是像那个我们要读这个嘛书，就一次1章节2章节这样子。在教这个 SPSS 就是要回去直接操作，他就还有给我们的 raw data， 然后我们自己去跑，自己去设计一个研究问题，然后自己去。套用那个统计方法，然后得出结果，下一堂课分享这样子。然后第3堂课是管理的那个嘛，它有分2种 reading， 开学的时候就已经列好了，列在它的那个课纲里面有2种，全部都3个想要看完。然后一种是，他上课当天会小考的，对，就是要看完1个礼拜1章节这样子。另外一个是 paper， 那个就不是小考，可是从一周会有2到3篇 paper， 然后看的时候就是要自己截录重点，然后把它做成 summary 的 PPT， 然后里面要包含标题、他的研究问题、他的文献回顾跟他的研究方法，还有他的研究发现，以及最后要自己针对看完了这个研究之后的评论，以及就是提出的批判性的问题，然后自己回答在一个 PPT。然后我们做的那个 PPT 嘛，每个礼拜会有不同的人轮流报告，然后像因为我们堂课只有6个人，超少的，所以我大概一个学期就轮到了4次的课堂报告。除此之外呢，还会有期中考跟期末 paper 的作业，整个就是很
报账。再 来分享一下我一个礼拜的时间是怎么分配，就是礼拜一跟礼拜三是要上课，我礼拜一要上那两堂必修课就会连上六个小时，然后礼拜三下午是上管理那堂课。那因为我们开学这次因为礼拜一放三一的假，所以开学是先上礼拜三的课。那我从礼拜三开始讲好了，我礼拜三上完课之后呢，下午会去买菜，就每周还是要买菜才能活下去。礼拜四呢，就会开始看管理那一堂的要做 summary 的 reading， 在两到三篇。我现在一天大概可以看到两到三篇，要看它的长度。那如果看不完的话，就会拖到礼拜五继续看。然后礼拜五还会同时看礼拜一理论课的 reading， 对。然后礼拜六的时候会做管理那一堂的 PPT， 以及礼拜一的课的 reading 继续看。然后或者是有时候礼拜一会有作业要写，所以也是在尽量在这时候写完。然后礼拜天的时候呢，继续看礼拜一的 reading， 因为呢有时候礼拜一也会有小考，所以礼拜一的 reading 就会有理论跟研方的 reading 要看，等于四五六日就也没了。然后礼拜一到了上理论跟研方的课，上六小时之后呢，晚上呢就会想那个管理那堂课的文献，因为不是 PPT 要写那个吗？自己的问题，对研究的问题，所以想问题以及自我解答。这种自问自答的部分。然后礼拜二呢，就是要看管理那堂隔天会有小考的 reading， 它不是有两种 reading， 其中一种就是要做 PPT 的嘛，已经先解决，然后还没不用做 PPT， 就是要小考的，就是在礼拜二的时间看完。然后如果我刚好轮到礼拜三要发表的话，我礼拜二也会准备要发表的稿跟练习，疯狂练习。然后礼拜三早上就是练习，之后下午上课，对，然后一个礼拜就过去，所以每天都在处理这一期。然后重点是平常每一周这种固定的量已经够多了，但在期中的时候就有期中考，然后期末时候有期末考跟期末 paper 要交，所以等于要从这些里面已经塞满满的行程里面，还要再找空档去准备期中期末的 paper 就是要先读超多文献的，所以整个是学习中的压力山大超爆炸，所以想说为什么要整自己对，这就是研究生的生活，基本上是没有假日可言，然后读不完的文献作业，没错。好了，就是我说以上的生活大概就是长这样。于是呢，我学到教训，我觉得我自己没办法 handle 一次三堂课，尤其这一切都是外语，然后就是我用中文写那种报告可能就会写很快，可是如果它变成一个外语就可能就会要花两倍到三倍的时间，毕竟不管我的外语能力就是变得多好，它永远没办法像我的母语这么直觉嘛，而且毕竟我就是也是写了很多中文的东西，所以我觉得那个时间落差是蛮大的。而且因为我必修课修完下学期开始都要修选修，听了那个管理那堂课选修一堂课的 load 有多重，我就觉得我没办法把它乘以三，于是我下学期决定只修两堂课。不知道各位听完这研究生的生活之后会有感觉心有戚戚焉，还是说我先不要好了，我建议大家真的是要进研究生之前要慎入。好，以上就是今天的，如果觉得想为我加油的话请订阅我的频道。